这个是梅干扣肉，这个是葱爆牛，这个是宫保鸡丁，然后最后一个是红烧紫排。这个量多少？油全部融化掉了，很棒，是很漂亮。我们今天到了哪里呢？西门町哈，前两步哈，川菜的哈，在公馆那边了哈，哎呦，比想象中还要卖哦。那也感谢大家的支持了哈。那我们今天又要来吃一间川菜，好，现在在西门町这里啊，然后这里是昆明嘛。我们在昆明这边就呢，前面那个就是那个峨眉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吃真川味，哈、哦，然后吃真川味二号店的环境，哈、哦哦，不要去看人家脸哦。红烧紫排。啊，现在没有提供热茶。是鱼香红蛋，葱爆牛肉，这是梅干扣肉。我们现在一定会点梅干扣肉了。鱼香红蛋，好来。哦，是很漂亮。啊，对啊，这样，就是感觉非常的嫩。你看，你看它还是有一些。是焦边，我看到，是有层次的哈、哦，很好吃，比较完整的形体，我看到，然后肉也蛮漂亮的，油全部融化掉，很棒，梅干也不会太重，但是这个鸡丁的量啊，超出我的想象，这个量多少？那你，它有一丝一丝，但一丝一丝中间都是汁水，非常好吃，很不错哈、哦，来。是很漂亮，你看，哇，是很漂亮，很够味，红烧的味道很香，然后有入味进去，有葱香、酱香，然后呢，还保有小劲，但是呢，会脱，而且好吃，吃吃看，招牌。像他们招牌一样子，吃一下，锅气很够，然后葱的比例比较多，葱香十足，然后肉的嚼劲有，然后牛肉香味咬下去就爆发出来，还不错，鲜味也有。不到菜1000块，好、哦，推荐给各位。刚才吃过，味道非常不错。饭一碗10块，饭一碗10块钱，饭一碗10块钱哦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就吃完了哈、哦，推荐给各位，宫保鸡丁啊，葱爆牛啊，那个紫排啊，真好吃啊，然后1050加50块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